4月28日，现实逃脱游戏《歌舞伎町侦探 7》与福音战士合作，《迷之间谍》与传说牛郎登场。本次合作将作为4月14日开业的东极歌舞伎町塔的活动《福音战士歌舞伎町冲击》的一环进行。游戏故事以及语音为完全原创，玩家将作为 7 侦探事务所的新人侦探，接受加持良治的委托，与同伴一同在歌舞伎町进行调查。随着调查的展开，玩家将来到一家牛郎俱乐部，在那里有着一位被称为传说牛郎的迷之青年主勋。此次活动除了普通票以外，还推出了附有原创瓶装饮料以及主勋相片纸的主勋 VIP 票，凭 VIP 票还可参加额外任务。3月31日，在福冈佩佩巨蛋举行的福冈软银鹰队开幕战仪式上，上演了福音战士的合作演出。演出以惊喜的形式与比赛开始前进行，球场的巨型屏幕上播出了福音战士与福冈软银鹰队的特别影像，使用了专门录制的葛城美里语音。高桥洋子现场演唱了新世纪福音战士的主题曲《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》，随后福冈软银鹰队的成员与初号机立项一同登场。Everstore 池袋店与池袋 Paluco 本馆六层重新开业，使用了搬迁纪念插图的新商品陆续登场。新商品包括有徽章、立牌、T 恤以及文件夹。另外，为纪念搬迁，从4月1日起将举行搬迁活动第二弹，在店内购买2000日元以上商品，每单将可获赠一张原创明信片。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有什么想法的话请留个评论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